各位观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过去我们有两次跟大家分享到犹太人跟西方的观念是有什么的不同，这一则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犹太人本身在里面的那个价值观念是怎么样有的，怎么样维持他们能够面对整个民族在历史上面的一个冲击。犹太民族是一个很悲惨的民族来的，他们面对很多西方世界，特别是我们大部分能够了解的，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受的迫害是怎么样。我们了解到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部分我们叫诗歌祭位书，犹太人的那个诗歌祭位是表达出他们内在心灵里面一个感受。我们中国过去我们不同的时代有诗词歌赋，同样是表达出人对整个环境跟人在不同人生的遭遇里面的一个反应，一个感受，但是没有给我们有什么的把握。但是在犹太人的那个诗歌智慧里面呢，他们是有盼望的，他们是有期待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相信的神就是整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人我们都是他所做的。在这个情况底下呢，犹太人也是跟我们华人在过去历史上面的诗词歌赋的表达出来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表达出来之后呢，也是清楚的看到是神允许他们在这个经历里面，他们对人生是有把握的。虽然间他们在经历上面不好受，或是他们也是向神来祷告，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真的被害呢很难受啊。但是他们有方向，他们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跟我们的华人或是不同的那个民族里面都有这些诗歌诗词歌赋来表达人内在的一个情绪的。但是他们所跟我们不同，就是他们有神，他们有方向，他们有这位创造人类的神成为他们民族的一个救主。但是我们又问呢，就是哦，这个是犹太人的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神先拣选了犹太人，然后就是从犹太人开始呢，将神人创造主跟人的那个关系延伸出去，圣经里面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万国万族都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可以得福的。这一位神不但是拣选犹太人，也是跟所有世界的人一样的，因为所有世界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原来我们是跟这个神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犹太人的核心价值，跟神的关系，不是单单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步，下一集我们再继续的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掌握这个核心的价值的。谢谢大家。